家己上具有代表性的艺文活动草草戏剧节，今年以回归线为题，伫3月11号、12号、甲3月18号、19号登场。第一礼拜六礼拜两天入场的人数就超过4000人，展现戏剧节无分年龄层的超高人气。馆长翁章良也协同着文管局的局长齐佩玲，甲伊管理员黄启和，做回到活动的会场，甲民众互动。草草戏剧节连续两个礼拜来盛大开演，活动期间汇集超过50组团队，规划200场以上的演出，工作坊、讲座、影展、策展、刺激、亲子共压区，今年阁增加全新的客位，青少年特区、音乐舞台，还阁有电影舞台，创造阁较多元的文化样貌。让所有的少年展观众都可以落地参加戏剧节，感受艺术交生活的能量。草草戏剧节在嘉义的民雄演艺厅已经迈向第15年。那这中间当然有疫情，那慢慢整个由小到大，那慢慢变成台湾的一个品牌。那大家知道，实际上一个品牌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那它有辨识度，而且有信任度。那草草已经变成是一个具有辨识度而且有信任度的一个活动，那每次都看到好多人来参加，那还有很多小朋友把这边视为天堂，那也有很多我们的小农在这边贡献他的食物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看到很多人走走停停，那看表演，然后看书，那包括吃吃东西。那在演艺厅这个空间里面，那随时在任何一个走廊、任何一个树下，我们都看到大家自由自在的在这个空间里面，那能够让自己不管是吃东西也好，那游憩也好，都找到他自己最舒服的位置。那所以非常谢谢整个软剧团所创造出来的草草，那已经变成是一个台湾品牌。那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人认识草草，也提供大家一个完全的文艺，那休憩的一个场地，那能够让很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，也变成一个共同的乐园。馆长翁章良指出，感谢软剧团创办草草戏剧节，活动已经举行15档，每一档平均参加的人数将近10000人，对上一开始的在地规模，如今已经拓展出全国性的知名艺文活动。可以说是优秀的台湾品牌，建立品牌是相当不简单，需要培养辨识度，也要让观众信任，再来让观众一来再来。邀请所有乡亲后礼拜再来草草戏剧节来铁佗，在园区内底找到家己上舒适的位置，感受悠闲的拜六礼拜。最新新闻，郑义成、民雄乡采访报道。